Island，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泰国的 Drade。OK， 现在呢上场这位选手是去年终极组的冠军，他去年使用的是 T-Race 600N， 那今年使用的是 700N， 大家可以看看泰国选手的飞行风格。OK。Spectacular flying， 果然实力不容忽视。